我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吗？不是啊，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嗯？那我是怎么出来的？医生啊，在妈妈肚子里画了个口子，把你抱出来。那么厉害？对呀、啊。那我是怎么进去的呀？炸！啊？那我是怎么进去的呀？哎呦我的妈！我也不知道。爸爸，你当初是怎么娶的我妈呀？当初爸爸帮了妈妈很大一个忙，妈妈为了感谢爸爸，就以身相许了。很漂亮，才让以身相许。那妈妈这个叫什么？我有一个超级双标的宝宝，当他刚拉完臭臭的时候，爸爸别过来，我要妈妈抱。为什么？累掉。什么呀？这么臭！我就说幼虫最近肚子怎么又不舒服，你还偷偷给他买了零食吃，老婆。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一看你就是不但完没常识。现在很多零食里面的食用配方、都含有棕榈油，这个棕榈油呢，就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油，经常用在一些泡面、薯片这样的垃圾食品，容易和钙形成钙皂，不仅会导致宝宝上火、营养不吸收，还影响发育呢。啊，那真的很不好。所以呀、我们给宝宝吃的每一口口粮都不能含糊。你干嘛呀？我不让你泡，我让爸爸泡给我们。啊，你是不是嫌妈妈刚才给你倒过食盐的呀？妈妈洗过手的。不是，爸爸泡的更好喝。爸爸，爸爸给你泡的，你要乖乖喝完哦。真气人，天天霸占我老公给你洗脚。大姨，你有意见吗？这是我老公，我当然有意见啊。这是我爸。再这样，有啥事要打你？咋就打？爸，我饿了，赶紧给我吃好吃的。这么嚣张？我今天考试拿了100分。你考多少分都不能这样跟长辈说话。再这样，有啥事要打你？咋就打？哎呦我的妈！怎么样，宝贝？这力度打得够舒服吧？这还不满意啊？刚刚说肚子饿是不是？爸爸现在啊，就去给你泡一杯上等的好奶过来。妈，得了，我要全在你头上。快喝吧，喝完多考几个100分。我爸今天路人10分开的还行好。妈妈，你就骂我多好吗？我看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啥？你俩分房睡的事，800万网友都知道了。没很好啊。那你怎么和我比？尊重我爸管，和我比，尊重我爸管。我还要等你爸跟我道歉。你怎么不跟我爸道歉？我要跟妈妈管。什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房间睡？因为爸爸跟妈妈吵架了呗。我今晚不想跟他睡。这机会不就来了吗？这表情不太对。你干嘛去？我要跟妈妈睡。什么？你爸爸，我今晚跟你睡。这啥表情？算了吧，你还是跟妈妈睡。那个还没哄好，这个又生气了。啊？为什么？我怕跟你睡，妈妈更生气。小你的出去。你就是摸了手叫人没怕老婆，你就没有一天不怕老婆了，都知道。天天霸占我老公抱着你睡觉，你好意思吗你？啊？你还天天抱着我爸呢？哎，你还敢嘴硬？要不是我，哪来的你啊？哎，你也搞搞清楚，要不是我，我爸早跑了，我爸早跑了，爸爸干。奇怪了，刚下班怎么了？刚下班就不能拖地啊？你老公回来干什么的？爸爸，你快休息吧，我来帮你拖。哎呦我的妈！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在天上敲妈妈，看见你了，
觉得你特别的好，想做你的女儿，又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运气。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已经在你肚子里。小沙娃，试试面对疾风吧。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Mommy, look at me. Oh, I'm killing it. The side to side, and I'm killing that. Damn, your girl so fine, but her breath is like. 抖音，救命！救命！救命！嗯。Boom boom.你别笑，You don't see me fat. I don't eat your rice. I don't drink your water. Don't see me fat, fat, fat. I'm just a baby.You don't see me fat. I don't eat your rice. I don't drink your water. Don't see me fat, fat, fat. I'm just a baby. 你哥哥本来想剪一个好看的发型迷死你们，结果我剪完之后，我就直接买了一顶假发。我太难了。为什么你的女儿有妈妈？谁打我女儿，我就打他女儿。谁打我女儿，我就打他女儿。